衣服方面，还没有准备好，我自己也很期待看一下。到时候我看到以往之前的裙子都很漂亮，大家都穿得很闪这样子，所以很期待这一年会有什么样的衣服可以。可是大家的都穿得很性感，会就是可以吗？如果要性感。只要不要比上次那件那么低胸就好，就不要太低胸。我就很期待那个台新的舞台是什么样的，因为我们香港小姐上一次是花园这主题嘛，然后不知道现在今年的台新什么主题啊，我就很想看一下这样。